这个阶段是六进四的比赛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会淘汰两位参赛者，我们请来了你们过往的师兄来帮助你们一把。首先我们要欢迎第一届美食型男的亚军 Billy， 欢迎 Billy。 美食型男第二季的冠军 Jason， 欢迎 Jason。 把那些东西 measure 好了才来冲进去，急一下子有点太好怕被暴击了。